五日下午2时许，37岁刘男驾驶连结车，经金五谷区新五路二段台65限令 K 处，车辆突然不明原因失控，整辆车上下弹跳，继续跨越同向分隔岛，接着突然90度左转往对向车道冲撞，一辆对向小客车惨遭撞击，最后连结车车头卡在分隔岛上。41岁小客车驾驶李南则被送往布利台北医院救治，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进一步厘清。仔细看，这辆连接车太狠了。